你们两个在干什么？干什么 ？Hello， 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Now News 今日新闻，我们最新的直播节目《小玉行阿来》。我要说，谁叫你们不报名？谁叫你们不报名？对不对？他这是我们非常幸运，动作非常快，但是我们还是要请这个浩浩来跟我们解答好了哈。这个杜鹃花语到底是什么呢？我所属于你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忘记了。杜鹃花的花语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嗯、什么属于你 ？Forever young。已经属于你。还是我有点忘了。类似，类似。永远属于。对对对。好，扣分，然后我们这活动结束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杜鹃花的花语叫做“永远属于你”。对不对？然后那时候在杜鹃花最后一句，他们今年的 slogan 就是专属于我们的约定，就是用杜鹃花的花语去做一个改版跟改良这样子，然后就让他今年的杜鹃花季，他就的 slogan 就是专属于我们的约定，2019台北杜鹃花季。哇，专属于我们的约定。那我们好像知道说这个杜鹃花季大概到什么时候啊？大概其实大家最近在因为天气的关系啊，所以大家最近其实在不管是仁爱路或信义路上，其实你都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杜鹃花，而且都有各种不同颜色，譬如说白色、粉红色或者是鲜红色，大家其实都可以看到杜鹃花刚好在这个有一点回暖的天气里面呢，其实是盛开的。那花期其实还会在大概还会在这一个礼拜之内，大家到清明连假的时候，其实都还看得到这个杜鹃花。不过台北其实有一系列的花系列，所以其实每一个花系列都接得很紧凑，所以接下来在士林官邸还有这个玫瑰展。士林官邸有玫瑰展。对，然后竹子湖有这个海芋季。哦，竹子湖海芋季。对，海芋季结束之后呢，竹子湖还有另外一项最有名的就是绣球花。绣球花，对，所以这一系列从阳明山花季啊，然后从之前的有一些乐活夜莺季开始，一系列到接下来的杜鹃花，然后绣球花跟海芋季这一系列的花系列，在台北其实我们是蛮想把它打造成一个很浪漫的感觉，看到你就很浪漫。学姐要教你怎么样拍完美照片。好，我尽量。你在家里有先练习了吗？我在家里有看几个参考的范本。对对，那种 gay 掰的没有啦，没有啦，你要不能讲叫 gay 掰啦。努力努力。你今天告诉我们摆几个完美的动作。摆几个完美动作，像这个餐点那么丰富的话，感觉可以跟餐点一起拍一张合照。好，然后可能就是拖个下巴，或者是扶一下下巴。真的？好，那你先示范一下。怎么样？我努力。好，这个你在家里有研究哦？没有研究，我其实平常拍照都是一种很随性的感觉，就是如果平常都是拍食物或者是拍东西比较多，很少会自己拍自己。哦，你比较少拍自己。除非是对，除非是工作上大家有需要的话，我就会才会自拍，不然很少在自拍。好，那你可以告诉我们你的一些比较常常拍照的 pose， 待会会轮到你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其实就是跟餐点一起合照啊，然后应该是要找一个可以放的地方。哎，可是不是通常人家都说要从高高的地方拍，让脸看起来比较小吗？对，但是如果是你要跟这种东西合照的话，就要自己完成的话，就要按那个描述。描述好，好，你先示范一下。好哦，三秒，微笑，哎，这样就完成了，应该可以。网友看一下，给网友看一下，来，学姐自拍的，应该还行吧？哎，还不错，可爱呀，然后连食物也有了，是，都厉害了。好，来来来，然后学姐来教你，叫什么 pose？ 你要摆来 pose， 进来喽。好好好，来帮你摆 pose，pose one，pose one， 就这样子。好 ，pose one。哇，空先来一张单纯的，好好好，然后再来标准的夜，就标准的夜。标准的夜啊，红脸。第三个，学姐都害羞了的。对，然后红脸耶，但看起来脸好小哦。然后再来，还有嘞，再来还有那种，就是如果阳光洒下来，然后你脸刚好可以对着阳光这样。对，那有什么？看着远方，然后这样，或者是这样。啊！像模特儿哦。有福利，好不好？这个我们又要暴动了，真的又要暴动了，对。他说不用去看，不用去看杜鹃花，看学姐就可以了。他已经很救命了。对，学姐好正哦。好，来来来，那你们两个，就是说你把他当做女朋友，
把他当女朋友，那你会想要跟他怎么拍？他真的要喊救命了，真的要喊救命。学姐帮你那个，快点快点啊，我们福利大放送，快点，这个位置给你当，对，这个位置给你坐好了。来，我们美丽的制作人可以帮他们拍一下嘛？对，好，来，快点。快点啊！你的福利大放送，你今天不是有塞很多钱给我们吗？我们来个背对背好了。好，背对背。哇！我快疯了！你要看一下镜头反正你今天也是那个出去被砍了，对吧？一、二、三。